打败他们，怎么样了？可以的，我们能取胜吧？。怎么回事？我们成功了吗？已经不动了，我有种不好的预感。老年人眼神不好，得找个有光的地方。我得去找妈妈。他还活着。很意外吧？居然没死，现在怎么办？再给他致命一击。现在情况不明，不能贸然行事。也许是个机会。红剑，我们不能让毒贩独自作战。动身，出击！要塞掠夺出现了程序紊乱，国公还有办法吗？我必须在要塞掠夺修复好之前，手动摧毁它。你打算只身前往？这一次，我必须亲自去。太危险了，没有别的办法了。让我去，执行命令，大飞，马上去取云豹弹。云豹弹只有一枚了，所以。机会只有一次，行动！是。妈妈，让我陪着你。妈妈，跳跳，就算您拒绝，我也会去的。能量心脏，给我力量吧！喂。是第一次一起骑车呢，跳跳，来比试一下怎么样？比就比，小伙子不累呀，我要超过你喽！再给你们来点刺激了，又来捣乱了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你们坐稳了。动车人，掩护我！不怕死的，就来吧！老旧的柴油机要发威了！
何才能超得胜算？大家组成雁行阵，红箭右翼，方唐左翼，中间的交给我，巨型粒子炮，找死！左翼火力，火焰枪，这是什么鬼阵法？真是烦躁！既然如此，把你们全干掉！摧毁主炮，保卫地球，全力出击！人称铁拳，来个重点打击！来，看现在，快！兵法有云：暗度陈仓。大夫，快！长官，就送你们到这儿了。向你们的英勇致敬。牺牲别人吗？你只是在满足自己的贪欲。贪欲？我只是让你们的世界保持永恒生命而已。怒火九龙拳。我的小助手很得力啊，多谢长官夸奖。开始植入病毒疫苗了，来一场技术的对战吧，病毒反制。我不能输。妈妈，为什么不直接炸了它？掠夺的能量心脏以及细微的神经元，就算爆炸，神经元残骸有可能还会重生，而病毒疫苗会在30秒内杀死神经元。病毒植入完毕，病毒会让要塞掠夺更狂暴。我明白了，让它的碎片与大气摩擦燃烧殆尽，才会不留后患。好饿，你们是我做了什么？跳跳，我们只有20秒时间了，快安装引爆弹。是。哼哼，火焰引爆。救人！
妈，大夫和红剑还能活下来吗？怎么办？东城侠还在里面。他们会没事的。希望他们平安归来。一定没事。现在说什么也晚了。好兄弟，耍泼时间到了。嗯，保卫地球，全力出击。赔上性命值得吗？无情的人才会问出这么愚蠢的问题。我让师兄保持永恒的生命，难道不对吗？无知，爱才是永恒的，为爱牺牲值得，值得，值得。我要证明你们是错的。大夫一定会没事的。嗯嗯，正在靠近，马上实施救援完毕。啊！大家开始吧。高铁城见证，如果大夫平安无事，我保证以后都听他的。我没听错吧？嗯。头，修复补丁已经全部输入。为什么大夫毫无反应？有点不对劲，再试试能量激活。是。这是掠夺残留的神经元。就是他阻断了大夫的神经系统，让大夫沉睡不醒。真是无孔不入。头，妈妈，我们快把他取出来。不行，相信取出大夫会死。怎么办呀？那就把他引出来。剑仙拳。
有一个星期了，掠夺的神经元一动也不动。我有预感，他快扛不住地球之源的诱惑了。动了，动了！大家小心，终于按耐不住了。退后，他在催醒大副。快拦住大副！我来，乾坤圈，文天灵。危险！掠夺了神经元，造成了大副的记忆混乱，需要有人指引。大副，大副，我是跳跳。酷，你也是变形机器人？大副，冷静，试着深呼吸。也许战斗能让他冲破记忆。大副，我们来一较高下。加入我们吧，啰嗦。大副，还记得我们更加崎岖的感觉吗？去哪了？红剑，你不是发誓以后都听大副的吗？我在帮他找回记忆。连我都不记得了，该打。大副，我芳芳，他是小伊特，我是梅林。如果你连跳跳都不记得了，就太不像话了。不要过来，快离开这里！我绝不会抛弃你。可是我不想失去你。你不会失去我的。跳跳，怎么办呀？现在只能靠大副自己。让他把记忆释放出来。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前进。哟吼，前进。等我回来。是你们让我的生命更有意义。大副，你真了不起，抵御了神经元的干扰。臭小子，有种。别过来，我只是暂时控制了他。大副，快释放你体内的地球之源，把它冲出来。明白。快消灭他。火焰枪。原来爱才是永恒的。真的消灭了吗？妈妈，我晚上想吃鲅鱼饺子。没问题，小馋虫，我现在就回家准备。头，发现巨型陨石朝地球飞来，距离撞击地球还有多长时间？预计还有40分钟。跳跳，鲅鱼饺子得改期了。太棒了，大副又来任务了。动车侠小队集合。等等等等，守护和平，动车侠出击。